我操，中单盖伦，你中吧，你不好打他，我打他，他们说我我是银，恶魔，啊，我是中单没哈，错。啊，那盖伦怎么整个水晶瓶出门呢？能不能把广告窗口关了？搁哪关呀？搁哪呢？广告窗口哪有广告啊？道上的说人我是讲广告魔啊，法。那关不了。这广告赞助了1亿。哦，伙计，女神泪出门。抠一下，哎呀，这两个抠抠的，一个都没中，很难受啊！这两个抠抠的很垃圾。当遇到左右为难的选择，就让他们都下来。打个强攻吧。哎，这个抠抠中了还可以啊。西部的生活和法之徒一样残酷。中，啪啪一啪啪走了。哎呀，这波有点小亏呀，这是，这干啥呀？这啊？于是地狱接踵而至，还追呀？这是荡妇二连要杀我，我这一看，我们一个技能没交，他交了俩，先让他抠啊。哎呀，先让他抠，别着急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打。不行，补个车走了，打不了了。这小子杀心挺重。要是上路的卢仙，咱就不怕了。哎，就可以出海妖杀手了。别的路的下路的卢仙就不能出海妖杀手。为人打野，为人打野呀。死亡的意思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啪啪，打不了。啪啪。一啪，还好是我的银头。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把药吃了。出穿甲呀？嗯，穿甲卢仙。穿甲卢仙不厉害呀，穿甲卢仙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？单路卢仙等级高。风中带着寒意。现在上来我们就可以跟他打，只不过他有个致盲比较烦，一啪啪 Q 啪啪。打不了，啪啪，哎，哭啪啪，这个致盲是真有点恶心，我发现。一啪啪点烟，哭回血吃药啊！我没点凯旋，靠！但是这波我们血赚，塔下杀的。我给忘了，哎呀，凯旋没点，那个吸血的那也没点，哎呦，真是！
真是有点烦，给我下当了没？我们是下当的不？我们不是下当的，还行。不啪啪打不了，啪啪，一啪啪，对，你就那么盯着我射的，你就怼我枪口上啊！不要停步，小兵踩雷。哎，我记得这有个雷呀、啊。回家了，忘点血统了，这把忘点血统了，不行，我们还是盾弓吧。嗯，不行，俺们还是盾弓吧，我觉得盾弓好一点。西部年代的老一套已经烂透了。别盾弓，海妖不行，海妖没有吸血。我们这把如果出海妖，那一定就死的老惨了。这是干啥呀？这？下一波积木应该是有大了啊，这个样子。首先我们先到塔后，然后呢逼他出闪现，然后我们把他突突死。死在我手里是罪应得。这位这也插个眼，让他过不来。叫人了是吧？死就死了，没关系，这波我们不亏。一下给我叫出来三四个人出来，嗯，哎呀，给我干一愣。积木，而且闪现了，可以接受。换一个扫描，让他没有蘑菇。小伙子，你这个蓝已经没了，不是我说，真的，你这个蓝已经没了。不行，他应该刚回家。走，塔后断的，送了全队的人头，那不是为了爱你吗？那520给谁的呀？给谁的呀？闪现了是吧，积木啊，闪现了积木，来，能得偿所愿，上哪去了，跑哪去了，他精神病回回怼我脸色，来吧。看来这个积木很喜欢被人射脸呀、啊！
几个人啊？两个人我好像不太害怕呀。为什么要吃我的一血塔？让这峡谷先锋穿不出来，这样一血塔就是我们的了。没有意义，把这维京给我杀了，可以。小伙子，我又来射你的脸了！这波我从后面射，哼！回家了。回家了，这回回家了。把这鞋换了吧。嗯，鞋换成攻速的话有点脆，换成水银鞋吧。水银鞋攻速有点慢，哎，算了。还是攻速的吧，就不水银的了。你看这把，我让这个盖伦去打这个劫，多好。有的时候吧，换个路，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嗯，威恩搁这呢。Hello， 维恩。维恩应该是在下路呢，我估计可能在打蛤蟆。哎，这人哪去了？我再跳弹下来吧，兄弟。等会儿啊，别着急，我们看看到底下去还是不下去。不下去了，直接朝后穿过来吧。这气定神闲果然是蓝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点气定神闲，蓝实在是不太够用。走呗。打不了，你们这些人真是的。就往我脸上怼呀。这什么意思？哟，我的盾弓。哎，走位。哎呀，刚没有意义，我操，没办法躲他那个地火，那个圈没办法躲，刚才就差那么一秒钟，我的意义就好了。全中，全中没意义啊，刚才呀，哎呀，一开始那个地火给他躲掉，我们走个位，基本上他就死了，他打不过我们。
把这个卖了吧，合个这个。快走，这火蓝有点吓人。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吸血的装备。我也吓一跳。给我进，你先进。我还是有点脆的。825，这玩意儿挺贵呀。我的阴影已在召唤。哎，这边中路可以来啊。看来这个小黄毛不知道我上回是怎么把它射死的了呀。不要停步，不要含枪。几个人呢？劫别来就行。对，你们杀得近。我还记得魔者的说。跟我可没关系啊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事情，都是他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要杀就杀他，行不行？我先去打个蓝去，兄弟，马上回来救你啊。枪火不会带来救赎，但我仍要试试。这怎么会有个劫呢？给个 W 吧，也算是有点助攻。好，这波射火来，一啪啪扣，上来就放一。你看那上路那维恩，假如说跟这卢仙对线呢，基本上是没法对，没法操作，你知道吗？这英雄就太脆了，又没啥技能，就打坦克厉害。拿下！结账，好的。对，每回出来以后，告诉我先结账啊，给大家先结个。